Come and get it.是小笨猪，靠着长就知道这是很多公道生存。那我主要台词看到这场景的，很多人都说火车台长一直在说算没关系，那就习惯性嘛，然后很久没回来了，对对对对啊，有些人会，我觉得应该会有些人想说，这个系列是不拍了吗？没，应该是不会不拍了，可是也有可能，因为有时候我会有些事情，然后就停止这一系列，只是几率很低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任务。我不一定会把这个全部做完，但这一个我应该会真的全部做完。那我们就来做吧，连接说到第一个。好，除了第九个，我勉强先放掉，可以可以。完整烽火台，完成烽火台是后面的吧？刷怪机、不限怪物、刷铁机，刷铁机是要用怎样刷铁？算每种动物至少要三只以上，每种动物有三只哦，有这个、有。有，哎，这个还没有，好吧，那我们今天要干嘛？哎，我们先攻略一座岛吧。哎，我们那一座岛可以去挖那个，就是带着走，就是可以挖那个钻石之类的，就是还有铁，那我们就去做吧。我觉得其实钻石做最好，在真正生存做最好的东西的时候，是做做一些像是剑跟对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，可不可以挖点钻石？其实确定这下面不是等一下，为什么会开启这个诡异的东西？然后我要点，为什么关掉了这个好用的东西？真的，因为我现在通常不拍戏，有可能就是自己要玩 Skywars， 然后就懒得拍了。对，有时候因为玩，所以现在玩 Minecraft 有可能一大半就是用，就是那一种，就是你懂的，就是那一种。那个直播的方式，对，这样直播的方式。My God！ 等一下回来再拿，我们先回家。就是对，用直播的方式，那就是所以这里要盖个这个，就是用直播的方式。可是像是那个叫我们去了那个叫什么去了我在思考我们那个啊，为什么啊，就是我经常会用的那个，就是查出来用的是什么，思考中，就是那一种，就是我说过，就是正确啊，决定要塞哦，天哪，这个名字我想了那么久，就是那个我也会用直播，第二集也用直播方式来呈现，就对了，好吗？大家说喝不喝？喝。就不要走，才不会那边近距离防范他们出来。这我没收到。OK， 应该在这下面。我们不愁吃穿了，真的。这个太好了吧，这个。而且动物岛我们还没有挖到。我们得去挖一下，而且我们要盖个刷怪塔。OK， 那这种事情就交给我们了。那我们去挖，我们去盖个刷怪塔好不好？就是对，你懂的，去盖个刷怪塔。我这很危险呢、欸。
铺一下。好，我们去今天的任务，看可不可以盖个刷怪塔出来。我想要鸡蛋，就是看可不可以射出一只小鸡。不行，难避了。且这个材质不足，眼睛好布灵哦，布灵布灵的。而且今天黑啊，哦，我应该去拍另外一个游戏，只是另外一个游戏我不熟。你们记得 Happy Stone 啊，就是对那个伺服器里面多一个新游戏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，只是说有些人有可能还知道怎么玩，可是有些人不知道。那像我就是有点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怎么，就那种是什么？哇哦，对，算刷怪塔。那我们今天要铺刷怪塔的话，我们需要一点材料，点方块。借我一下，盖有一组吧，有一组。OK， 那我们来盖个刷怪塔，但我们需要水，等一下，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铁，谢谢。那边有水比较好用，对。OK， 那我们就这样，走喽。我是谁盖的？盖的吗？盖的那么，哦，为什么我真没有收钱？盖那么烂，哎呀，对了，那个绿宝石可以拿来交易耶。我看一下有什么好交易的。你是指我们要用绿宝石交换绿宝石？哦，效率绿油的呢，不错呢。十颗金锭，你是换绿宝石的？什么？哎，经验修复，哎，这个我喜欢，这个后期那个可以用到。输绿宝石，绿宝石不丑了啦，只是输的问题比较。OK， 这个先封住，因为这个的东西还算不错。你呢？哎、欸，刚刚的金锭12个，你那边只有9个，你打八只哦，这8个，7个换效率，刚刚那里只有9个换。这比较方便。OK， 我们只要我们没有必要留这么多，而且如果一定要留的话，我们把它往这里。就掉下去，这掉下去当然有点可，而且这个把它挖掉，这不需要，不用那么多。你呢？你呢？搞力，我们留。我想留这个，这个比较好，就是先把这个玩。现在这有点无聊。OK， 我们先跳过这一段。好，我们回来，然后你们会发现，你们现在我在家啊，不是要去做那个传说中的那个，然后我现在耗我的那个肚子的那个，不是肚子，耗我那个的那个，怎么那么重啊？该是我刚刚真的精力太多了，就是我刚刚真的做一个刷盖，虽然不是很完整，因为他们那个。刷的地方不太好，就是不太好用吧，因为我 也没办法扩张之类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去对那个做什么。然后我现在想要再加盖一个它自动，而且现在怎么啊，我是困难难怪。哦，我们要一个两个三个，多带这个好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应该就够我用了啦。你们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。哦，那走吧，我们去做最后的那个
哦，我的食物都快被用光，之后的那个，然后我们需要做一点这个东西，四个应该就够了，不够再去那边用。天哪，你们不知道我刚刚光盖这东西，你看我的装备头盔都不见，另外两个头盔不行，而且这里扣太快了吧，心思真的不必要那么快。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扣多快，因为我现在盯着面包，不是盯着宝石度，对，看这五个，然后这样，哦，那边有个残缺，哦，烦，这个残缺就很难赶，他们怎么下来？哦，他们上得去哦，我忘记把那边堵起来。我等一下，等一下他们下来，拜拜。OK， 我们等一下把这个，我决定让他们自己死在里面。哎，不要，这样好像不太。好的，我想好我要干嘛吃，吃有点麻烦呢。怎么死？好，要么等下会自己下来，然后我们吧。没关系，我们那边等下再去改。好痛！好吵，超吵！然后现在他们那边，你就死一死吧。边边，我要去做个辅导型东西。会痛，会痛，等一下会痛。哦，躲起来。让他们自打自的，不关我的事。僵尸比较没什么反抗力，比较没在害怕。哦，这里有个残缺，哦，不痛。哦，你们配合的真好哎，气死我了！多久啦？五分钟。OK。欸，你们配合得很好，刚不打得像什么样啊？现在配合得如此好，哦，烦。哦，痛。欸，我那边没盖起。啊，这次真烦！好了，等我一下，我把那边处理完再回来好了。哎，我们回来了，耶！看好了，我终于盖好了，然后终于啊，我等这一块等太久，而且我这次回，我就知道这次错了。好，那一只我记住，我刚刚一回就扫我的信哦，真的是一群。我们先睡个觉，然后做几个搬砖。再出发去跟他们打，要有个半装会比较好一点。吼、哦，一出来就杀我！而且你们会说为什么我上会有装备？我的身上皮革装全没，然后我就剩这些轻盈的装备。一个原因，因为我从怪物身上拿到钱，算了，等下去找他玩玩。好啊。那只自己也不见了，看你怎么来，这样我们也很难打，真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
想把自己改装一下。好吵、哦，吵毙了！这个的坏处就是很吵，哎。吵死了，浪费我生命。给我小声一点。哇、哦！需要再叠方块跟方块，因为我是要，就比较不会干扰到。好，从这里下去，从这里下去。哎，我们要干嘛去？我想一下。啊，我想起来，这样就够了。OK。嗨，姑姑，随便啦，这群没良心的 ，OK。哎，我刚好都没说啊，这集其实。我盖这盖真的很累，就是就想这样一直来回跑，然后发现不对又按了，进去所以很麻烦。现在到后期比较方便。去死吧！有掉什么给我吗？没有，我要装备。OK， 那我们这一集差不多应该到这里就可以做个结束，那就，谢谢大家收看哦。那我们小有点丑没关系，至少我们盖成了嘛。等一下，好多了，哇，这一个。OK， 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做个结束，那就谢谢大家收看。我们啊，刷怪机真的做了特别久。那我们先走上去。OK， 这样。我们刷怪机真的做了特别久啊，真的。所以我们就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喽。拜拜，我们要这样走下去。拜拜，拜拜，对，拜拜，去拍到照，拜拜。